好了，一场新的游戏要开始了，开始我要准备冲沙了。选择去什么地方呢？我觉得还是选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好一点吧，因为这样的话人少一点的话，对于我来讲的稍微的安全一点点。这个小山丘不错，对我来说，我是准备计划停留在这三年，希望能够准确的降落在这吧。嗯，我没有闪光，好像有武器啊。好，这个也有武器，看来是选择下先落地的地方了。现在使劲的砸这个房子，让是怎么样？多一点材料给它，下可以方便的去构建那个，这边跑出什么？我们赶快进入这个风暴眼中心吧。进入风暴眼中心，那这是这个好处，我可以得到这个制高点武器的话，可以稍微的慢一点点给它来了，因为只能有机会去获得武器的。这么大一个院子，我相信里面有不少的东西，可是安全性的数也不算高，但是要去赌一赌了。赌得好的话呢，我这一盘就可以拿到很好的武器。像这个里面有什么东西？总算找到一个箱子，
这个里面的东西啊。好，找到了那个声音，现在开始走吧。现在风暴街上还有，现在已经在开始风暴了，我们快速到，啊，到最中心去，到中心去了就是长廊了。怎么感觉今天的中心是会在湖边呢？最不喜欢的地方，找这个地方有没有敌人？又一个急救包，该去哪了？去这个地方吧。是要突破这个地区。哇，怎么这么厉害？
还没开始就被处理掉。跑出方向。